你好，我是环球邮报的燕社长。那么今天呢，台北美食社长午餐，社长有两天没来到红磡港式饮茶，今天是第三天，所以我特别来到今天红磡港式饮茶这边点一个蹄筋啊，这个海参蹄筋啊，给自己补一补啊。那么到餐厅吃饭，一道菜也都是480-500左右了啊。餐厅的一道菜叫480-500，啊，点个广州炒饭啊，一个人吃够了啊，800-600就够了。这个一个人吃饭或者请朋友来吃饭，最少花500-600。要吃点心的话，那就可怜了，只要200就够了，两个人400。那点菜的话，一个人最少要500-600，1000-1200。连我认的那个表妹陈玉山点三个青菜在红磡都要付1300，啊，以后就不再请她来了。我没有那么傻瓜，吃三个青菜来这个吃1300。那么今天红磡餐厅，你看到现在已经是订桌都是客满，因为最近发那个消费券，大家都跑到餐厅来吃饭，慰劳自己的胃啊。那么我们会员今天继续中奖，恭喜会员昨天中奖，今天继续中奖啊！大家好好吃一顿饭，不要在那边傻傻呆呆，钱不好赚，赚来的也要花啊，花在有价值的身上，花到没有价值的身上，花钱一定要有价值感，没有价值的身上就不要去花了。